青岛大学创新发展大会今天举行，未来学校将打造七大学科集群，围绕学校“十四五”以及未来发展目标，着力推进高水平综合性研究性大学建设。1993年5月，原青岛大学与山东纺织工学院、青岛医学院和青岛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新的青岛大学。合并办学30年来，青岛大学培养出40余万优秀人才，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